所有好朋友来到台股获利任意门，现场为您邀请到永诚国际投顾林建宏分析师，欢迎建宏老师。你们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各位一定要切记啊！建宏老师一再一再提醒大家，耳提面命，操作股市当中呢，切记哦，追价追高，因为不管是大盘或是个股，在大涨创高之后呢，势必会有惯性的压回。而且老师也在告诉大家，多头形态的个股，健康的多头形态的个股，它就是一山比一山高。你可以买在掌握每一波的黄金进场点，买的低低的，你根本不怕震，而且后续呢会带给你大波段的获利。你看呢、啊，我们的信锦啊，51%的获利，也包含我们的 TVC， 截至目前43%的获利。这些呢，无非就是掌握建宏老师所说的黄金进场点的重要性以及产物。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一定也见证到，你们一定也看到老师一路这样公开验证这么多。所以我说 ，LINE 是不是要先加？是不是要先把 LINE 加起来，然后扫描 QR code？ 你可以先截图，因为我必须说，在投资操作股市当中，你可以跟着建宏老师，你可以买得很安心。重点是你可以赚到大波段，余生最肥美的地方。欢迎建宏老师。好了，谢谢你年哈。OK， 在节目的开始哈，我们现在看这张图卡。好、我想请问所有的投资朋友、很多人、心中会有很大的一个问号，他常在想说啊，为什么每次我买什么股票都套什么？对，在股市当中为什么赚不到钱？很难哎、那我们就是立竿见影的哦，建宏是一个很直接、是实打实的人。你有没有去考虑过这下面两个因素或原因？你是不是爱跟风？你是不是往往相信事后诸葛？简单的讲，就是大涨了之后，你才去追价追高，什么枪我去买什么，对不对？那我相信说，你长期锁定建宏的投资朋友，尤其你有把 at 这些1788加起来的，就一再一再，几乎每天每天呐、就像乌鸦一般的，几乎都在讲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这个讲，就只是想分享一些正确的观念给大家，让知道，让所有投资朋友不要去走这一招的冤枉路，对不对？对，你看我说我的一个名言观点，我相信长期锁定我的应该都会背了，几乎天天在出现。就以第一个操作大忌，勿追加追高、是不是？我相信啊，最近的盘势，尤其是 前几个礼拜创高之后的一个压回，哪怕是昨天前天、过去这段时间，如果你犯了这个所谓追加追高，我说啊，重伤啊，没得医啊。但是你不要去追价追高，遵守这个原则，我说小病都有的救，对不对？怎么说呢？就以最近来讲的话，我相信，你看，就以3372典范，最近大家都很热这张股票啊，3372典范，对不对？今天是打到跌停，天哪！你自己来看它整体的一个形态，你来瞧瞧，很强啊，很强，没有错啊。为什么今天会跌停？为什么说勿追加追高？过去一周一个多礼拜很强啊，典范几乎是从大概18块左右沿路的这样子飙涨，飙涨到昨天的高点26.8。是，那过程当中我说，如果你可以掌握不追高，掌握所谓的每一波起涨前的一个黄金进场点，我说过去这段时间，你看它18块的过程当中沿路到26块，昨天。前面他那边横盘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这边为什么不买？这边为什么不买？怕等吗？我说有时候不要怕等、用对方法才是重点、是，跑步跑马拉松是比谁最后抵达终点，而不是一开始看谁跑得快。跑得快，对，是要配速的。那买下去，你知道后面会涨，会有这一波鱼肚的精华。我说买下去，买的低低的，买的稳稳的，等一下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买的够低，够安心啊。我说涨上去都是你的、啊、最怕我说勿追价追高，昨天前天，对，对不对？昨天还没涨停之前，震荡的时候你去追、因为你看说哇，这熊家熊这么强这么强，前面涨那么多，那不赶快去追，后面就没跟上了。但是你是就犯了追价追高的一个大毛病。我说大忌啊，今天立马跌停啊，啊买到昨天的怎么办？去追了怎么办？前天的怎么办？是不是？是不是又深陷其中？也包含什么？3324啊 ，AI 啊，水冷浸泡式散热，大家都知道啊。啊，建宏就一句名言，除了勿追加追高以外，我是跟大家讲说，包含现阶段的大盘，我一路一路在那边讲，
我讲说，无论是大盘个股创高大涨后，一定会有惯性压回。是啊，很强，我知道很强啊。在上周三的时候，双红创高啊，快到千块啦，965啊，历史高啊。对，很强没有错啊，但很强是前面的这一段呢。你过程当中一样低低的可以去买，震荡的时候你不要怕黑，不要怕它跌，不要总是只去追红的，去追强的，去买红的。我说真金白银你要懂得捡，不要嫌它脏了。反倒危机路是压回震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追加的机会。你可以买的低低的，后面这一段，这连续这三根上去到前高965历史新高，这个是你可以掌握的、啊、鱼肚的精华、啊、那偏偏就是怕你说创高之后，哇它好强，跟典范一样啊，最近这几天去追的，跌的过程当中觉得哇对对对，这个跌下来马上又可以上去，再赌明天会不会再涨、结果呢你看这一波下，这一波上下来几乎是等腰三角形，什么等腰三角形，可以买在低点上去，这一波可以赚到的。啊，这一波上下来你去追高了，是回到原点了。对啊，让连续五根黑 K 啊，怎么办？哦，不只是电子股啊，一样啊，大家觉得说哇，电子股如林金融所说的、啊，10月31去年的下压取量16000，到前两个礼拜高点快到22000，一波大波头6000点上去的，好多电子股，尤其是金融的四大长多AI、纯重电、军工、电动车，哦、很多都5成1倍甚至数倍翻了啊，找不到标的呀、啊，然后就是硬要去挤东西，滴滴的不买，硬去追什么？后来焦点挪移到传产股啊，2105啊、哦，香蕉类股啊，振兴啊，哇，天哪，是不是？你看这一段5月份，对不对？47、8块沿路这样飙，飙到昨天62块，大牛会跳舞啊，大牛会跳舞啊，涨了快50%啊！啊，过程当中你有参与到的，我恭喜你啊！哦，不要说买在低点了、啊，我说过程当中任何一个阶段有参与到，你有勇气进去买的，我相信都还有一点有利可图，还有点价差可以赚、但是最怕的就是，对不对？过去这一周当中压回之后，连续三根长红 K， 你看它又强又过高了，低低的不买。强上去你就是买红追高、啊你看昨天啊今天直接跳空跌停又灌下去啦、啊、你看往下要来补这个缺口啦，形态学你有学过的、向下补这个缺口代表什么，对吗？电子没追到大涨翻倍，哇好高好高我不敢买、一再创高，然后就转移标的转到所有的传产，也包含什么，哇就是2555的银建啊，硬找啊，对不对？对啊 ，Fagloli 远雄啊，很强啊，一波上面顶上去啊，压回整理很棒啊，对不对？我说多头形态1:3高啊，创高之后跟爬山一样，我说休息一下，买的够低的要出合理震荡，你不买在这边换手，我说下一波的起涨前的买点、换手前的最佳买点，这一波上去到98.7，昨天你如果按照信鸿的所谓的一个黄金降点，一波。起涨前掌握在起涨前的最佳买点，这个上去30%你可以赚到的，但是一样的逻辑概念哦，涨的过程当中不敢追，看它强的时候偏偏追在追，对啊高峰它、啊、今天是不是一样，所以我说啊我一直在强调你说我是190的乌鸦，好我承认，但是我对你们苦口婆心所说的话天天在讲的论点，这种真的是为了你们好，对我说操作大忌勿追加追高，刚才给大家认证到了，对不对？不论是典范，不论是双红，甚至挪移到传产，想说会不会复制贴上振兴，对不对？也包含所有 Fagloli 的远雄啊，追加追高的结果呢？这几天这样的盘势套得真辛苦，对不对啊？第二个，不论是刚才个股验证到啦、也包含大盘啦、我说大盘个股大涨创高后会有惯性压回啊，不是吗？刚才那些个股不就是这样子吗？也包含今天大盘不是吗？而且是先前就我已经在说啦，我们什么时候我说从台股下杀取样说10月31诞生，像我们在上上这样分享，我说验证了一波6000点上来，对不对、那你自己看到先前5月27快22000啊，6000点这一波啊，那我说每当个股大盘大涨创高之后一定会有惯性压回啊，不是吗？有
是不是连续三天？上周是不是连续三天压回？啊，压回的过程，它现在开始止稳了吗？不是哎、欸嗯，所以我说，哎、欸，这一七八八重不重要？不是自卖自夸，是我一直在给你方向，嗯、在提前预告。我说，除了大盘个股创高大涨之后，勿追价追高，因为会有惯性压回以外，你要知道啊。多头形态啦，我说六千点上来不是糊弄你的、啊，我说高科技时代啊，你去 YT 上面找，十月三十一，我七八个月前在那边讲验证六千点上来，对，但是你绝对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如同你老师跟你说的，我说从 A 点到 B 点的满足点，它是四十五度角的直线，天天涨涨不停，一直冲，不是哎、欸，反倒是如同金融所说的，就跟人爬山一样啊，你要攻顶没有错啊，但是你要分次啊。爬了一段你会累啊，你要休息，对，然后再一次的往上创高，休息再创高，甚至累了压回无所谓，只要是多头，压回就是个机会，再一次的创高。那先前的二一九三七六千点不就是这样子而来的吗？哦，那创高后的压回修正，我再一次的衍生，这是我经常所说的，我说惯性压回是必然的，但是何时止跌止稳，我不是说吗？当每一波创高惯性压回后，初步寻求低点支撑、哦、但是低点支撑何以确立，要会来回测试、所以当以现阶段来看大盘的话、哦、这一波在所谓的5月31号的21174感觉是这一波的低啊，但是我说疑似低点，为什么？因为这个低啊要来回测试啊，要不破低之后这个低点才会确认、而且确认之后你也不用急啊，它会反复的打底筑底，而且通常 always 是这样说的，没有错嘛，后续有在验证，它是在进行测试打底的一个在抓底的这个阶段，量缩底部确立之后，量缩来回震荡，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attention， 这又是我所谓的黄金进场点、多头形态爬了一段创高压回整理之后换手之后，下一波的机会，下一波准备在发动创高前的最佳买点，所以我说今天过去这样一个多礼拜创高之后的盘势压回，它就是一个机会，它就是一个机会。那这样子的论点相关的，我们是足以认证验证那么多，对不对？你说所谓赚钱，股海中，我一直讲说任何事情，尤其是操作股票，找对人，找对方法，找对工具。黄金进场点，我刚才诠释给大家看了、你看大盘这样子。从十月三十一破万六，到上上个礼拜快到两万二六千点，不就是我这个心态吗？一山比一山高，过程当中是要休息的，绝对不是 A 到 B 就是四十五度角直线。对，真的不要有那种很多错误的观念呐、啊。哦，大家的资金都是宝贵的，你都只有一套资金，你家不是开银行？是。我讲话真他妈的很直啊！哦，但是有时候的话，就是想把对的观念给大家。哦、你真的不需要去走那些冤枉的路，所以用对方法很重要，很重要，赚钱的方法、哦、除了这些所以你说学术相关的论点，我们不是就是思想言行合一吗？不是沿路在所有的节目当中公开操作吗？虽然我来到回到回归东升第三天而已，但是你长期发我 ICRT 的七个月的时间，有哪一档不是实打实、有哪一档不是沿路公开验证这个所谓的、哦、我说强势多头股票，每一波的黄金进场点，底部最好，要不然多头形态爬了一波跟爬山一样，你在凉亭喝完、吃完、休息够了，你会准备酝酿能量，要再一次再攻一波，这个才是你要跟建宏一起掌握的进场点位。是，而且这样子啊，买的够低啊，你真的不怕被套啊？就如我说，追价追高，重伤没得医、啊，没得医，对不对？那什么叫黄金进场点？我说这个哦，形态。我今天再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今天大家看完了，我一直在无条件的，在不保留的，无私、欸、把我的功力跟经验分享给你，听得懂，吸取加减，对你有所帮助、好不好？什么叫一三比一三高黄金进场点？我说多头行情就像最近创高之后一个多礼拜压回，我说就是一个机会，哦，包含我们的 TVC 到今天43%，信锦到今天51%。就是这样子来的啊，真金白银压回你要敢捡啊，真的听我说，不是永远等盘大好的时候去买红去追高，然后到后来都变成韭菜啊、哦、多头行情。那黄金四部曲是什么？怎么掌握黄金进场点？就如我刚才诠释的大盘一样啊，第一个
寻求该波修正的低点支撑，跌下来嘛，惯性的创高大涨之后，我说一定会有惯性压回嘛，但是这一波修正到哪里？第一步一定先找低点支撑，那低点支撑怎么找？我说疑似低点，就像这一波这样大盘下来，对不对？21174疑似是低点，但是它需要来回测试。未来这三四，过去这三四天，包括未来，不就是在 test 的这个低点是不是会不会破，是不是确立吗？再来低点确立之后，我说不急，它会呈现足底打底量缩的阶段，就跟当大家刚刚看的 不就是按照我的剧本在演吗？不是吗？创高压回测试底部，测试底部过程来回震荡，看是不是确立，会不会破。测试打底足底的过程是量缩，不就是这样子吗？然后再来，我说未来这几天震荡量缩的过程，就是下一波黄金进场点，这一波起涨前的最佳买点，它将会浮现，就是一个机会，就是这个点位。懂了，方法都告诉你了，够不够清楚明白？够。而且我还是真的实打实，浅显易懂。我还是真的实打实，是啊，言行合一耶。体会西老师没有分析师像你这样子，哎呀，全部秀出来。不好说啦，哦，这个大家有个人的信仰哦，功力什么什么自在人心啦，哦。体会西今天是连续第二天，我说喝了再上。对，啊，你看它的形态，我们买在什么地方？4月23日48块，48块。刚才给大家看到，看了好几次了，我真实会员的简讯，这个地方，我说是不是多头形态的股票，13比13高，创高之后休息压回修正是机会啊，真金白银，你不要嫌它脏啊，你要敢捡。4月23日48块的点位，我说买进去买的够低，你不怕挣啊？是，你不怕被套牢啊？只要你不要去追价追高。那我买进去买在底部，这一波它起涨前的底部，我说等一下有什么关系？等一下有什么关系？那不就一路创高吗？我说鱼肚的精华，大家喜欢说被轿子抬，抓浆被人家抬，就是这种，这就是最好的诠释啊！到前高68.5，将近快50%，创高之后是跟先前一样13比13高，爬累了是压回修正，为什么？我就简单讲嘛，就买的够低的嘛，人性嘛，人家要出了就是要出嘛，会影响股价嘛，但是多头形态股票，我说游泳林要卖，林建宏要接，一卖一买才是一成交嘛，后续才往上顶嘛，然后连续在那边喝在上，它的形态后续有没有可能再创高啊？48块怎么来的？就是黄金进，我有带你去追价追高吗？我有带你去追价追高吗？我有带你去追价追高吗？我要给大家的是用对方啊，后面这一段，这一段最肥的，所以呢我说言行合一，实际操作。当4月23日48块买进 TVC 的当下，我说大篇幅的，我已经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买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现在今天为止，又是一个超过40%。我管它大盘怎么震，干你何事？啊，跟对老师，跟林建宏，你会有现在的困扰跟窘境吗？不会，是不是？啊，不止 TVC 啊，还会赚到钱。对呀，你看这 TVC。贺道彩昨天是不是真实的操作？我说所有的会员通通有核心单股赢家，全部昨天上午10:23有没有？我说贺了再上再垫高啊！今天不是贺了再上第二天吗？是啊，哦，到盘中录影12点多的当下还是红盘，持续垫高当中啊，也不止这个啊，信锦是不是轴承轴承？我甚至还要在会员的私人的影音里面跟你做抄袭比一比啊。我说照例可以，新日新可以，对，为什么信锦不可以？当我在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分享这个论点的时候，当我在79.5后续80块左右加码的时候，千金真的可以买在早知道，你是我的会员，你知道了，对不对？到昨天120还在创高啊，一波上来就是超过50%啊，这不是实际操作吗？这我们看太多次啊，真实的对话、明细，甚至损益等等对话，真实的公开操作啊！到周一的时候，我说这礼拜一早上9:43的时候，当下我在分享说再创波段新高的时候，那时候是1116啊，对，可是礼拜一收盘收到118.5，对嘛？昨天稍微震荡一下，是又拉高，是又120，对啊，没有错嘛？底部上来79.5，你跟林建宏买的够低，用对方法，掌握黄金进场点，买的低低的，你管它大盘怎么震。
我说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对方法，而不是今天涨什么抢什么，你的老师才把你当白老鼠叫你去追。嗯，哎，那个钱是你的钱，不是他的钱嘞。啊，赌对，明天继续涨啊，大放厥词啊！你看，你看，涨涨涨涨啊，然后不见了嘞，套住了呢。嗯，啊，什么都不见了，一天一组轴又讲别的，跌涨停都是他家的，对对对，跌的都不见了。嗯。火眼金睛啊，你要看得懂啊，你有那么多钱可以买吗？是吧？嗯，所以你就觉得我傻，我傻不是傻，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回向功德。我说我是一个有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东西是回向的，自然你回向自然会有福报。哦，在那边没有一个分析师，我说我的节目有比于所有其他的分析师，真的不是天天在跟你数涨停，不是天天在跟你讲说他的股票多强，不是天天今天抢什么，就一天一组轴。我也有林建宏是中心思想实打实一直在跟你分享真实的操作，一直在当乌鸦跟你分享正确的操作逻辑，为了就是不要让你走冤枉路。对，那这个黄金进场点，我说赚钱真的不难，你只要跟着林建宏一起来用对方法。我说多头形态就是一三比三高，四大长多族群我给你了，我说我已经足足讲了两年了。哦，你沿路 follow 我的，天天在看的不意外。最近东升刚来到这个平台，刚加入好朋友 ADCC1788 加起来没有、哦、我现在又是在公开预告、啊、你事后得以验证、啊、对，你可以见证这 相对的我所讲过的每一句话，你是一个最后验证的见证者啊。这四大长说我从2022年股灾落底之后，我已经在讲说这四大长多了，我是未来五至十年夯不浪当两年过去预言了两年哦。啊，这些过程当中你发了我锁定我的这四大族群，我所摊在阳光下的个股、嗯、有哪一档不是翻倍大涨还有翻数倍的？是啊，是不是、嗯、那你看我说现阶段大家在讲 Computex 是不是失灵了？不是失灵啊，有时候股票操作就是人的心态啊、哦、有人知道 Computex 很多人知道啊、嗯、对不对？就如同昨天立台的大跌，对不对？我说买的够低你根本不怕震啊，是不是？昨天大家都在压的在 Computex 啊，那建宏说上周的时候礼拜一礼拜四的买点126涨停，礼拜一昨天创高 148.5， 我说一张22000你可以先赚起来。对啊，纵使你是爆波段的，我说也无所谓，你只要买的够低用对方法，所以你套干你什么事不怕挣。那我说这根长 OK 长黑 K 爆大量吓死宝宝，就是投机客啊，做短隔日冲的啊，那你要冲 OK 啊，我是喜新福尔啊。啊，今天呢我相信是就回归于平静了、嗯、啊，筹码变轻了，瘦身之后后面有没有机会，对不对？所以一直在讲说用对方法用对方法哦。那包含说 Computex 我说四大核心主轴、嗯、你有看的对不对？我说人工智慧是智慧移 动绿色科技半导体应用啊，不就不谋而合的就是这四大长多，就是我的四大长多、啊、包含蔡明介董事长都在讲了电动车 AI 未来十年的长多，我已经讲了两年了、嗯、他比你晚两年，我已经讲了两年了，对、嗯、是不是这么说？没错。 OK， 所以现阶段你认同金融的操作模式，不想再去走冤枉路，不想再去追价追高被钉在天花板上成为被割的韭菜、嗯哦、我这四大长多不只是 Computex 电动车、储能、重电、 AI、 军工，我说未来五至十年的长多已经走了两年了，扣掉少说还有七至八年、嗯哦、认同我的方式，想要跟我滴滴的买，是享受坐在轿上被人家抬，真的被抬的感觉。嗯哼，股票我准备好了、哦、有兴趣的可以跟我做一个联络。是的，所以线上所有好朋友们，个股方向老师给大家了，但重点就是你一定要把握每一次老师邀请大家进来的黄金进场点，就是现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如果你认同建宏老师的做法，你跟着建宏老师绝对可以体验到真实大获利。线上所有好朋友们，小老鼠 JJ1788 先加 LINE， 或者是你可以先截图，然后你到时候在 QR Code 记得扫描，先加 LINE 小老鼠 JJ1788 对话框里面记得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哦。想跟着永诚国际投顾林建宏分析师股票买在黄金进场点，掌握获利引爆点，享受获利满点，现在就进入台股获利任意门，直接扫描 QR Code 加入 Light 粉丝团，以及订阅林建宏分析师 YouTube 个人影音频道，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加了没？小老鼠 JJ1788 先加 LINE，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一定都很好奇，到底要怎么从股海中赚到钱呢？这是我妈很常讲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无非就是要用对方法，找对工具。那你收看收听建宏老师的节目，你一定知道建宏老师是用什么样的黄金公式成功可以在股海中带着会员朋友一起赚到钱呢？就是我们的黄金进场点。老师跟着你，我发现赚钱真的很简单，你只要用对方法。真的，任何事就用对方法，然后就跟考试都一样啦，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也是跟建宏一样，是处于生长于就所谓省联跟北联的一个年代，对不对？以前是省联北联的话，就是一个暑假考试，对不对？省联北联各其所需，从大学开始考，考不上考专科，专科考不上考高职，如果都没有理想的志愿。为什么以前南洋街这么的风行？就是蹲补习班嘛，去补习班，再来重考补考，对不对？一样的方式嘛。那你要考到高分的话，我就说，任何的数学、物理、化学都有一个核心的公式，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公式衍生出来的东西，你公式够熟，甚至你可以厉害到倒回来都可以把语言公式写出来。基本上的话，我觉得你的成绩不会差。数学怎么换，题目怎么换，对嘛？你就不会任何题型、任何状况，你绝对都不会出意外嘛。那更何况是所谓的一个投资做股票一样啊，它也是一个数字相关联的东西啊，对不对？那这个黄金进场点就如同它一个永恒，而且是必考的核心公式，对不对？我是说多头形态的股票，你千千万万。哦，不要有你们老师或是你什么人跟你讲或者说爱跟风的认为说哇今天他一直飙明天就一定会飙然后去追加追高，更不要觉得说进去的 A 点到所谓满足的 B 点，我说是直线的45度角，天天涨不停啊，不可能，不对不对，健康的模式就跟人爬山一样，它就是一山比一山高，没错。好，你要掌握的就是底部，甚至每一次爬完休息换手之后准备在创高前的一个买点，这个是建宏可以给你的，就是所谓的黄金奖，是的，就是所谓的黄金奖点，对不对？哦，那你看了过程当中，大家都验证到了，我说言行合一嘛，我天天拖给你看，天天验证给你看，你就觉得说啊，你这种节目嘛，每天都讲一样，不是我要讲一样啊，是准啊，是验证我事前公开的，对啊，事后是你是最佳的见证者，股价就是天天这样涨上去啊，这不就是用对方法黄金奖点的一个产物吗？为什么我们的 TVC 可以在4月23买在48块？买进去之后，我会用那么多的一个相关的利基告诉大家，我买什么，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看好它。然后这个相关的内文，先前你有锁定的，我说隔了半个月啊，才在报章媒体杂志出现。才出来，对。对啊，你再去看报章媒体啊，你再去看杂志、看新闻啊，你要的是一个分析师啊，而不是每天带着一些新闻在节目上面给你。带风向的，照着念带风向的，那你干脆去看新闻啊，他们不是分析师啊，那叫记者啊，是吧？也包含什么？信情也是一样啊，795以下的啊，80块哦，后续的一个加码、到昨天120块，不就是一个五成？所以我说核心主轴四大长多，我讲了2年，未来5至10年依旧是如此。Computex 最热的2024。现阶段你要锁定的就是跟我滴滴的锁定未来可以复制信景、复制体维新，甚至如同去年10倍翻的华晨一样的一个论点观点。是的，所以请线上所有好朋友、投资朋友们先加 LINE， 因为呢，接下来建宏老师带给大家再来抓的这一档，我是模范生一样哦。你只要跟着建宏老师，老师可以带着大家让投资变得简单，而且可以让你真真实实、扎实的体验到真实大获利。但重点是你要先加 LINE 小老鼠 JJ1788， 或者是截图扫描 QR code 加 LINE 小老鼠 JJ1788， 对话框里面记得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哦。今天谢谢建宏老师，谢谢你年，大家拜拜。想跟着永诚国际投顾林建宏分析师股票买在黄金进场点，掌握获利引爆点，享受获利满点，现在就进入台股获利任意门，直接扫描 QR Code 加入 Light 粉丝团，以及订阅林建宏分析师 YouTube 个人影音频道，记得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